是电阻还是电容？老公，电容电阻解释一下。电脑长得一样。谢谢，然后呢下一句。啊，一个是有阻。UPL 是线。阻值啊，一个是电容是会蓄电的、啊。那这个是，那会维持的是哪一个？维持什么？就容啊。容哦。阻就 stop 啊。那应该是。我不知道，可是它怎么会影响 GoPro？ 因为它直接它断掉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它在里面，嗯，所以它就一直飞飞飞，它、啊、应该是电不稳，所以就是整个砸烂了。那、啊、GoPro 我也不知道 ，GoPro 还无解。比较 confused 的是，明明是不相关的东西，的确不相关。哦，我老公肚子。不好意思，你的蜡烛结晶真的辣。垃圾呀、啊！真的辣，你还要在第二口吗？ Pass 了耶。因为这不是，这是你的前菜而已，不是很辣。那你怎么没有抽风？有啊，我有吹风啊。哪有吹风？抽风。哎，意思是你那个医疗特色要不要帮你弄上去？嗯，这是毒药啊！我是哪里来特殊帮你用吗？一送就行了。不用不用。对你说不用了，浪费电。哦，我的拖鞋怎么失踪了？他去看电视。为什么要看电视？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会跌倒。我走在路上会跌倒。一家开始站在路上，我们会一个一个开始，每次脱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啊，然后不小心踩到了双板，才发现我快要跌倒。眼睛都是看前方，不会看下方。因为障碍不够大。拖鞋太小，就会跳开。看到拖鞋就不会跳开。拖鞋太小只。拖鞋很明显，而且又荧光，那个绿色的那么明显，大便黑黑的都看得到。白色的是你买的还是红色的是我买的？我都一直泡红色的，谁的是谁的？红色是我的吧？哦。嗯，反正我也没有在喝啊，你送就行了。反正都可以喝啊，没有分谁是谁的。你麻痹呀、啊！哪有那么快？麻的真快！
所以是怎么样？没。你说很普通是不是？啊，蒜香排骨，结果就是普通的排骨，然后卖你200块。对啊。赚翻。你很喜欢豪大是不是？是啊，我知道现吃才好吃，因为我发现我怎么用都搞不出来，真是奇怪。怎么我搞不出来的呀？有啦，搞不定的事很多啦，只是说怎么会搞不定。拿不起来。你去怎么样？欧一，欧一呢？欧一，欧一，欧一，90吗？我觉得春卷是里面的最划算。春卷好吃啊。啊，因为像那个紫金的那个排骨便当，那个只是你不识货而已。人家用的是3000块的鸡肉哎。因为高级的都是这么的样子，吃到劣质的才会比较好喝。Broken free， 哇！解体飞机。碳纤维还断成这样，啊，它整个
个蹦，这个啊，把他断一只手啊。你可以看看碳纤维，就这样一层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弄上去啊。酷吧？啊，那怎么还？对啊，它就像绳子一样的感觉。哎，那为什么卡蹦的车不会觉得是这样？因为你没有把它切开啊。哦。卡蹦。你整个人都可蹦了，现场手冲式咖啡不就一样吗？你问我。